看能不能开发一下这里面船长的玩法。虚幻武器的 AP 船长颠覆我的认知，是烈火还是深海，真有这么神，走我的命。获得200码攻击范围，传统这不是无敌吗？主要是没有更好的，我不能把那个骰子全部用光。开个国王能帮你上大师吗？哇，你开个国王我被你上都行，别说上大师，我被你上都行。我操，远程英雄普朗克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就是你。哎哎，我操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火刀，嘿嘿嘿，火刀，嘿嘿嘿，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这没什么能出的呀，这怪难受的，不行，哥们买个公主吧。谢谢各位老板送的。后天，没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A 你一下，再 A 你一下，再 A 你一下，给你来个火刀。远程英雄普朗克，没输过，没输过，我直接用这个刷 CD 算了。说实话，应该用的多一点。白蛮痛子，先开个火刀，再给你来一个，输你一下。在会在一个位置上面召唤一道冰墙是吧，拿这个来打保护怎么样，这个我不敢用，用这个吧。哎，兄弟们，我记，活不下去。感觉都不厉害，险胜险胜。好，等我复活吧，别急别急别急。暴击，那我就摆爆了。
猛踢，我操！不要相信比尔提莫特的水平，疯狂猛踢。我都撸死你！无敌无敌，兄弟！哎，我怎么还倒了？我操！啊，这他妈太丑陋了！哇、oh, ，shit！ 哪一个？我感觉 Q 的两百点级数根本他妈有，可带无限 Q， 是不是有点东西？40%暴击，我还是要出暴击装备，没用。都不打的呀，留一个这个，又有破剑圣打了。弹出去，我操！我们完美的配合 ，OK， 很舒服，没有攻速上限。并且英雄在暴击力溢出的时候可以获得攻击力，早说吗？我操，我都不知道。再来一个火的，先出这个用着，然后再出其他的，后面再换。我要出西兰刀或者出训练，这波可能打都打不过我。配合失误，我靠，一炮双响。那也就是说我一直 Q 他，他是可以一直触发没有 CD 的，是吧？刚好我 Q CD 很快。打了多少伤害？500，还好。我喝茶的话就会出虚汗。感觉很饿，背叛就像在商场上撒野一样。好了，我操，好猛！我操！一炮双响。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操！操嘞，这太难受了。能看得住我的火刀不？这个酒桶这个视角跳舞。